第六章开始，我们目标就会很单纯的，针对国营，应该说职员的，因为职员这个区块，我们第一礼拜分析考题，它很多跟气管经营是有关系的。那那个东西，我整理在这个地方。好，你从五事业开始，蛮多单元哦，企业创新、环保概念、知识管理、社会责任，还有企业的弹性，还有企业新科技名词，我等一下都会写黑板让各位抄。也是如果职员的考试。方向都考跟气管还有时代趋势有关，那我就把比较容易应对的材料抄黑板。那我抄黑板的理由就是，你可以边抄等于边背它，因为职员运用到这些材料的可能性很高。我如果印出来，你回家看了，你十八九还要再写一次比较好。所以，如果刚聊到经验，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就不用嘴巴说它多重要，就直接写了。写了你觉得合理，你自然会用。所以不客气了，我们就开始来抄抄写写齁。好，准备笔哦。我看我第一单元准备了什么企业创新，等我一下齁，找一下我材料。好，就开始来写。整个页面都空白，我擦一下黑板。所以这里特别就是否职员的。因为我们国营有雇员啊，有职员，我们就有两个面向都顾到。但以写作理论而言，职员跟雇员是都不分啦、啊、因为你职员跟雇员都同样要分段。好，对，理论是不分。但材料可能有分。那我们就照顾一下职员的材料来。好，企业创新我就开始咯。
好，同学先大概写一下。我带一些关键词啊，但你真的在写的时候可以用造句去放大。我先大概念齁。企业创新分几种方向做定义，你可以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组织创新、策略创新。欸，懂意思吧？新的技术提出来，新的产品提出来，制作流程新的提出来，组织的改革，营销策略的创新，几个面向。所以创新不一定只是新产品，说苹果创新不是新手机就创新的，手机的制程创新也算。要素就几点可以去做突破了齁。市场跟产品可以突破。价格跟各功能可以突破。产业常规也可以突破。跨领域跟其他产业的学习。多领域的整合。那基本上这是我尽量去 Google， 然后整理出比较通顺一般人可以运用的一些关键词。所以日后如果提到企业创新，可能考试也不一定就直接提到论企业创新了，但无论如何你可以其中一个分一。比如举例好不好，企业在什么 ESG 趋势，也有这题吧，什么 ESG 趋势底下应该如何因应，你可以分一写来。 ESG 趋势底下，国营事业务必带着创新的欲望、创新的意念才可以走出下一步。那国营事业创新可以针对几个方向就可以写它了。国营事业创新可以奠基于什么就可以写它。就那个分你会透过这些比较看起来专业的语词去达到比较好的书写能量。不然说真的我们还没有入那个企业，叫我们写创新会比较累。那我就帮各位点忙齁，收集一些我们比较好去处理的专有名词。应该说专业名词。好，你好好写一下。还有点东西我把这个擦掉齁。好，我这我在念齁。企业创新有一些配套的观念上，尤其我看国营是这样齁。就管理者要支持，就上位者如果不认同创新，就这是核心问题吧。第二个，组织的弹性在于国营事业有时候毕竟跟国营相关庞大，然后组织不容易变动。但你创新有时候新的部门你要赶快部门的整合，或者是我要去创新，那我既有工作给谁做。好，那个企业组织的弹性也要。管理者要支持，然后组织要跟着弹性要快，然后合理的奖酬，对，我创新了，那我得到什么？总不能只是热忱吧，齁。好，上位者、组织跟心理诱因、经济诱因。三点，对创新我觉得可以补一些能量啊。如果刚聊到了，可能不会一整篇八九百字都写创新，但其中一个分这样文字做支撑，因为一个分大概写250到270左右。这样文字做支撑我觉得应该是够。我们再看第二个来。环保。我擦一下黑板齁。
好，从这边开始好了。一，
好，两点。我大概念齁，就国营事业、国营企业要落实环保、绿色这个主题来。第一个是落实环保科学意识，我写个括号好了。就是要教育训练。人类想环保，其实员工也不说不想环保，谁想破坏，只是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落实教育。然后树立环保法律观念。环保法规很严谨，但有些人违法他根本不知道，也不知道倾倒废土或废水的罚则是什么，其实也都罚蛮重。好，所以环保意识从教育上根本落实，然后同时去教导法律观念。然后推行环保产品。然后环保产品我怕这样太空泛，因为教育你可以体会嘛，落实法律你可以体会，然后环保产品我怕你不能体会，所以我这里也做一些补助来。就我们希望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生命周期长一点，因为很多商人他想要生命周期短，你就一买再买，那不断的制造虽然刺激经济，可是那就是一种资源浪费。节省能源，要制作那个东西不要耗费太多能源。好啊，如果可以我们尽量循环再利用材料，这应该没问题。避免，后面两个很接近，避免或者减少废弃物。就不要一个东西，一个手表卖出去有20个盒子什么去包它，那是废弃物。然后避免或者减少有毒物质。制造某些东西可能不免的会有些什么电路板什么，可能会有些有毒的东西，但心念上或者技术上我们尽量避免。那不行的话就减少使用有毒物质。环保产品一些特点。希望我们国营事业制作出来的东西可以符合这样的条件。好，方法跟产品，我再看哪里需要谈。这个聊一下，实施环保营销。所谓环保营销，这一点我倒是在爬文的时候觉得蛮有趣，就是你在销售上都要跟绿色有关系。我的意思是，你推行一个产品很绿色、很环保。然后你为他办一场宣传活动，然后制造了大量的垃圾跟噪音，这应该也会抵触啦。所以现在很多不是用手机营销吗？哎，这个 QR 扫一下就可以知道什么事。哎，这其实好事，不必传单这样印来印去。所以国营事业如果愿意的话，环保、减少资源浪费，在营销，因为东西产品终究还是得卖，或者推，或者广告，按照过程我们尽量还是减少更多浪费。这个我觉得其实蛮重要，很多这个我们可以直觉对应的。对，你要学，你要知道那违法，你的产品要好一点。但卖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会这么想，传单印多一点，广告多一点，那越多人知道越好，那是另一种浪费。好，所以环保营销几点观念，我再看还需要补助吗？好，我做个总结，我把这个擦掉，擦就好。整体我还是希望。写更多的文字，让你将来在经营这个段落的时候可以用。我举例好不好？又是刚刚什么 ESG， 所以国营事业在 ESG 这个趋势底下，势必要跟社会更贴近，跟百姓更接轨。所以环保的议题是我们要率先跨出的第一步啊。刚刚的东西就可以用它了啊。我再补一个，让你书写更多能量。
我大概念哈，生产过程中透过科技改良，力求节省，避免污染。主要着眼不是消除你已经既有的污染，而是运用科技根本上的消除造成污染的根源。我觉得这句话是个核心，不是产生了再来说环保啦怎么样，而是一开始就不要去做会有污染的东西，实现高效、无废跟无染。好，整体而言 ，OK 好啊。再强调一次，透过你合理的造句能量，把上述老师写的做基本，写大概250到270左右，变成一个本。回到我们上周讨论的，普遍我们职员的考试是在某一股趋势底下，国营事业应该怎么办？那、再怎么趋势，环保国营还是要顾到嘛？刚刚的创新还是要顾到，所以知道我的心念吧，就谈一些方法论，比较可以泛用到我们考试。我们无法预测你去遇到考试题目是什么，但这些比较容易去碰到边边角角，比较好写一点。好，第二单元我们再来，还有蛮多齁。下一个是知识管理，也对，还没有写知道企业如果做好知识管理，就让底下人更聪明更有知识，那面对任何的潮流都可以应对。这我一爬文就发现可以，那就整理来，我擦一下。
好，先写下好一，等一下我把它擦掉再写。企业落实知识管理的目的，第一个就是竞争力了。知识就是你知道什么，对，学多一点嘛，齁。好，所以我们不论技术，不论你公司卖的是技术，卖的是产品，还是卖的是服务的竞争力，总得懂多嘛。好，第二点呢，促进内部知识流通，让里面的成员获取知识，也对。如果知识管理网络形成了，公司每个成员得到知识效率更好。然后那样知识可以指导组织将来如果创新才有方向。现在创新不是嘴巴讲啊，得懂一些东西，接触可以指导接下来我们创新的方向。然后或者是发展组织的核心技术能力，就那个组织的核心能力，如果是服务，如果是维修，如果是什么，那透过知识管理里面也可以懂更多，老的也可以传给新的嘛，最终可以形成一种文化，形成创新，他愿意学习，就里面每个成员都愿意创新，愿意学习，那是好的企业文化。所以组织管理，应该说知识管理，我觉得在国营事业里面增加它竞争力其实蛮重要。其实人人都想往上爬，更有竞争，但总得有人教，啊，教要有方法跟一些心态，好，他的目的。好，你就抄一下齁。OK， 这个我先擦掉一下。来，我们写二。好，刚是目的啊，二谈的是如何形成。形成我只要三点，个人的知识转移给企业，对某个干部某个员工可能很懂某个东西齁，是可以的。外部新观念，所以外面请讲师进来教也可以。啊，最终将那个创新的想法还是要发展落实成企业能力，就学了这么多，你整个系统当中还是要办法把它变成一个可以做的能力。好，知识管理。同学可以抄一下齁，我再看还有哪里有补充。我们再写个第三点。
好，多补个第三，如何推动？就上位者，我觉得啊，第一个要给明确的目的，就是我们知识流通、知识管理要学什么，目的，要参加什么，要学会什么，目的要清楚，要不然学不知道学什么主题。然后建立激励机制，这永远是存在的哈，好的奖励机制、奖酬激励机制。第三，要创造有利知识流通的组织文化。如果组织昏昏沉沉的，也没敢发言，愿意发言，因为你把知识拿出来，仿佛是种炫耀。所以如果没有上位者的鼓励或那种环境文化，没人肯干这种事。所以我们到底要学什么，要很清楚。奖励机制，那种文化、那种风气是否能够建立？好，那就三点，希望可以知识管理给各位一点点的支撑。但我觉得我始终我是抛砖引玉啊，写了。但如果你觉得有兴趣合理，当然想去找更多，网络上其实关键词 Google 一下，那量级应该够多了。